就是在这儿等你的。有事儿吗？有，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。谢我什么？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，睡不着，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，我听了5分钟，后来就更精神了，然后就瞎溜达，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。结果没想到睡了2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。明白了，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睡了一个好觉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，给自己放个假，啊，放松一下，别把身体累坏了。是我，所以我辞职了。那，敢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孟，叫以安。好，以安同学，以后有需要的话，继续来我课上睡觉。今天我的课很失败，你居然还醒着。我是不是在你课堂上第一个睡得这么香的人？你还真别说，在你来之前啊，我真不知道我的课还有这种功效。哎呀，说了一堂课，你也渴了吧？来，给你带来这个。官司打得怎么样？胜诉了。小文基金顺理成章的败诉，主要是那些善款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，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恭喜你，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马上11了，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。好啊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跟我说了好多话，还算数吗？哪句啊？行，想不起来算了，走了。哎，你多提醒我一下不就完了吗？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？说话都记不住，那我走了啊。走吧。那个，这个和这个都要了。哎，好嘞，不要了吧？这个裙子太贵了。有多贵啊？我买不起吗？你从来都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，你不自己买，我就给你买。我有衣服穿呐，浪费这些钱干什么？我知道你有衣服穿，但是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，听话好吗？听我的。哎，你好，结账。哎，你好，这边请。阿姨，这双鞋真的非常符合你的年纪，又舒适又优雅。说得真好。我还没怎么穿过皮鞋呢，没穿过，所以要试一试啊。我觉得合适，就它了。好的，那您是现在穿走，还是我给您包起来呢？穿着，穿着。好的，那我把您的鞋子包好。就什么啊？买单。1988的染发套餐和2988的有什么区别啊？2988的染发膏对头发伤害更小，持久性更强。像您的话，你看现在发根、发尾颜色已经……怎么了吗？干嘛？不做了，不做了，太贵了，这比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还高。不动，谢谢。人家说的是染头发的钱，不是剪头发的钱。你剪头发很便宜的。那多少？就是很便宜，对吧？对，价格很合理的。行，多少啊？您放心。这样，你先去洗头发，好不好？先去洗头发，走。多少钱呀？洗头发，他可能就送剪头发了。妈，前面有个公园，咱们去逛逛。不逛了吧？我想回去，太晒了。你今天穿这么好看，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？再说了，咱们娘俩也没怎么一块儿散过步。好，走，太好了。哎呀，
这里人还挺多的哈、啊。是啊，多热闹啊！哎妈，我有个电话。哦。您这是给谁找伴儿来的？啊？我看你年纪不大吧，不到七十吧？你看我合适吗？合适吗？找什么伴儿啊？第一次来害羞。我看你呀、啊，腿脚不利索。我媳妇过去也这样，比你岁数大，没你难看。我对不起，我找错地方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外地人，外地人也成，我有房，只要你不进我家的户口本，我每个月退休金八千够多的呢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们不相信。再聊一会儿吗？啊，不用了不用了。哎呀，再聊一会儿。谁的主意？我的。周导也劝我别这么干。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，但我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。之前我让你去相亲，你也觉得很难堪吧？嗯。不过这也很正常嘛，这世界上这么多人。能碰到个话投机的又合适的，挺不容易的。妈，我不是说非得让你找老伴儿，我只是觉得如果能遇到一个合适的，你也开心，那不挺好吗？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。找什么呀？我都这把岁数了，离都离了。也行，自己一人过也挺好。只要你高兴，只要你为自己活。又来了，你总是说只为自己活，只为自己活，让人老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为自己活，不要为李一锦活，不要为乔海云活，要为孟明伟自己活，记住了吗？今天没生我的气吧？生气有什么用啊？这个衣服能不能去退了？我才穿了那么一小会儿。不行，你穿上多好看啊！还有这个发型啊，保持住，以后每个月修剪一次。那我的退休工资都交给理发店了。我给你付。听你的，听你的。现在怎么这么乖呀？老了就得听闺女的了。回来了，好香啊！回来了，你们吃吧，我累了，歇一会儿。哦。你好好歇着嘛。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的那条流程，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。嗯，尝尝。那相中了吗？你找个合适哪那么容易啊？今天是我草率了，我就应该听你的。那你俩吵架了？他骂你了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没骂我，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。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。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他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，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眼色行事。
我不希望这样啊，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。我是希望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。慢慢来吧，嗯，革命尚未成功。洗手吃饭了。哦。还挺香啊。一姐。来了。你周末就要搬啊？不是说好可以住到月底吗？哎呀，这房子都卖了，就干脆利利索索的搬了吧。这时间真是过得快。又不说你妈他们姐儿仨，就说你们跟娜娜这小姐儿俩，这一会儿你们都成大姑娘了，要远远的飞走了。别这么说，我们飞得再远还是得回到您那儿啊，是不是？我抽空回去一趟啊。不，不用不用，都不用回来，你妈也不用回来，让她在上海好好散散心。哎，怎么样啊，跟你妈没吵架吧？没有。不过我干了件傻事儿，我带他去相亲了，好像让他有点不舒服。哎呦，你们娘俩现在反过来了，你带着他去相亲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妈现在要紧的呀，不是找个老伴儿，而是啊，要学会照顾好自己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姥姥，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。行了，挂了吧啊！哎，对了，问问你妈，老房子里头还有什么她想留下的？哦，好，姥姥。啊，行，挂了啊，挂了吧。吃饭了，一会儿又来不及上班。妈，老刚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。啊，这么快？哟，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，我也要回去跟他收拾收拾。那我回来拼个年假，我陪你一块儿回去。那来不及吧？等一下。喂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好好好，哎。我得走了。哎，你吃一口啊，上班这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。今天小红梅的演出票售罄了，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，我赶紧走了。走了啊，路上慢点啊。哎，鞋、钥匙、包。嗯，走了，慢点慢点啊。阿姨，搬家是体力活，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？不用，家里的人好多，还有搬家公司呢。那个家里要置办一些什么东西吗？我可以到网上买，然后到时候寄回去。网上的东西，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。颜色不行啊，到时候要换呐、啊，什么都，哎呀，麻烦。李景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？还有票吗？这么快就搬了？可以啊，正好我公司最近那些麻烦事都处理完了。
我回去帮你们一块儿搬。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。公司没事了才能回来。公司有事儿就不回来了。我就喜欢你挤得我，姐，证明你好了。我命大着呢，这个家还得靠我管管你。是是是，你管我啊，以后你都是你管我，行不行？反正我知道从小你就妒忌我。是啊，我从小就嫉妒你，爸一向就偏心，这就不说了。这老了老了糊涂了，还满嘴都是乙安乙安，见到我跟大姐都叫乙安，你说我们能舒服吗？二姐，你觉得爸走的时候叫的真的是我的名字吗？我们听得明明白白的，怎么可能叫的不是你呢？行了，你早点回来吧。好。想什么呢？想我爸临走前一晚上的事儿。爸爸妈妈，以后我早餐不想喝牛奶了，换成豆奶好不好？嗯，你们看，这又是你的大作呀？嗯，那妈知道，那这个最漂亮的一定是妈妈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爸爸。最可爱的是球球，嗯，喝一口啊。嗯，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。很鲜，可以哈、啊，就是淡点儿。哎，别，我大姨说不能吃那么多盐，咸。哦、你妈得吃淡的。对，给盛一碗，挑点红枣啥。哎呀，你妈去厕所这么久了，我去看看。婉清，婉清，婉清，你怎么样了？怎么这么久啊？啊？妈怎么样？没事。又不舒服了？没事。你到沙发上去坐一会儿啊。来，汤也好了。妈，尝尝。你熬的？啊，大姨教了我好久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身体虚，你要上厕所、洗澡什么头晕，你马上叫我哈。嗯。快尝尝。尝尝怎么样？嗯，好喝，好喝。嗯，那太好了，我煮了一锅呢，多喝点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我是孟晚清。哦，好好，那你把那个律所的地址发给我。哦，嗯，好，下周见。婉清啊，你就这么着急吗？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，还跟我置气呢？我没置气。那你找律师干嘛呀？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？是吗？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？能不能别折腾了？算我求你了好吗？就这么迫不及待呀？再说那打官司多麻烦，请律师，那开庭、上庭、调解、上诉、再开庭。你且得折腾个一年半载呢，你不嫌麻烦呢？我都不怕死，我怕什么麻烦？命都不要了啊！行，那你不怕，我也不怕。走，咱现在就去法院。爸，干嘛呀？现在就去离婚去。
哎，别生气啊！你现在最主要就把身体养好了，我爸他也需要点接受的时间。放心吧，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什么了。哎，这汤真的好喝，好喝，好喝就行。你的东西什么时候拿走？姐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娜娜让我来帮她拿东西。娜娜说把这个留给你，做个纪念。他让我告诉你，不要意气用事，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。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？我不给她发微信，她都不来拿东西。不是你提的分手吗？哦，你是想借着拿东西再见一面是吧？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。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。他最近很累，也很辛苦，心情也不好。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周哥。嗯。东西太多了，你帮我拿，累死。啊。哎呦我去！你妹妹的东西都拿回来了？应该差不多吧，可能剩个一两件，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。他们真的分了？反正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，哪那么难呢？就看张耀炎有多爱我这个妹妹吧。来来来，喝口水。
小红梅的演出还有票吗？你什么时候对儿童剧感兴趣了？我一直对儿童剧很感兴趣。哎呀，我领导有个五岁的女儿，她很喜欢看儿童剧，我就想着给她弄两张票，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。那必须搞定啊！那谢谢李经理。你再去问吧。给您按头。好。哎。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。你早点回学校吧，好不好？我其实早就好了，你非不放心。哪儿都不去，我就陪在你身边。我得等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，我才能放心。什么都让你放心，那还了得？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不认识。还不认识，我刚看见了，张老爷。哎，你这眼神儿，提他干嘛呀？哎呦，又怎么了？妈，你少管我们年轻人的事了，好不好？我还真不想管。啥也没有啊，是这栋吗？那几家都看了吗？不是老的家吗？那等会儿，一会儿中午他们就回来吃饭。哎哎，大姐。俺跟您打听个事儿，就这栋里边有没有一户人家姓孟啊？就是他们家以前开过海鲜加工厂。好像有一个姓孟的，但是现在应该搬走了。他搬到哪儿去了？您知道吗？还有他们家人电话，您有吗？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问问警察，他们对这一片儿都熟。那不用找警察了，俺们不是坏人。谢谢，谢谢大姐。鬼鬼祟祟的，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哎，你好，保安。哦，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说找我签一个什么快递？那你去吧。那我去签一下，马上回来啊。嗯，你上去吧，我在这等你啊。好嘞。大哥，刚才说有快递。娜娜，是我让叔叔打的电话，谢叔叔。等会儿，你跑到这儿来干嘛？你不接电话，我只能跑这儿来了。你不是说分手吗？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。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，说完我就后悔了。那现在呢？是一时冲动吗？我现在特别清醒，我不想分手。你当时一声不吭，就跟消失了一样，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。你现在要跑过来说这些，我没时间陪你玩。我，不是，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，但是我之前真的不是阿姨生病了，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。我妈挺好的，不用你操心了。那我也担心你。你还好吗？我好，我特别好，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，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，快点走吧。娜娜。师傅，小心点开。来，阿姨。好多人呐。小红梅现在是最火的剧本，怡姐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花了不少的心血。对。哎，阿姨，我们要不跟怡姐说一声吧，咱们来了。不，她太忙了，不打扰她工作了。哎，钱姐，哎，马上演出开始了，再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，尤其是网络和电路，千万不要出问题。然后小卢，确保每个座位上一定都要有宣传灯啊。南曼，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白色的百合，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。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。还有就是小李啊，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呀。哎，我们剧院这个。
小李啊，哎呀，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。倩倩啊，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。我有更重要的人要陪。这吓我一跳！你怎么还躲这儿啊？我不想领，你想领工作，那你也不告诉我。阿姨不让我说我。妈，你能来我真开心。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。这票给你们。哦。你们看，等演出结束了，我来接你们。那我们走吧。挺多吧，姐，这不是儿童剧院吗？怎么还有不带孩子来看戏的呀？自己看呀，那电影院放那动画片，那大人不也看吗？那电影院现在放什么我都不知道。那改天我带你去看好吗？我不去。嗯，电影院放的都是录像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不如你们这看现场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这要开演了啊！哎呀，你老了要是能看就好了。下次带姥姥来啊，把球球也带上，一老一小高兴坏了。会啊！或者我把这前几排给包下来，那一大家子人都来，行吗？行。上课啦！快回来上课呀！这些都是演员啊！来，你进来。这个上面的这些，是不是有机关？原先呢，它装置就跳上去了。暗场的时候，这工作人员就把东西给撤掉。花花同学，你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好高看，好高哈，我叫花花，花哥哥花。哎呀，你别弄那个了，再抻着，让娜娜去弄。哎呦，好了，就加点水，让。哎呦，没事，你快别弄了。哎，娜娜，我来弄。哎呀妈，你说。没事，娜娜，没事吧？对，我来弄。没事啊。哎呦，来，娜娜上姥姥这儿来，上姥姥这儿来。哎呀，对不起姥姥啊，没事。瞧瞧我这就真是怎么的了？今天呀，神不守舍的啊！哎呦，你来靠姥姥这儿啊！我想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说。你跟我姥爷那么恩爱的一辈子，你们就没红过脸啊？哎呦，我以为你要问啥呢？怎么没红过脸呢？这过日子肯定是磕磕绊绊的呀。哎呀，特别是你姥爷到后来老了的时候啊，什么都记不得了，整天的呀就跟我拌嘴吵架。那你们吵架都谁先低头啊？你说呢？大家都以为啊，我这性格啊，肯定是你姥爷让着我。其实呢，我们两个都倔。
谁也不低头。你老爷啊，有学问，字儿写得好，可是他不会赚钱呐。而且他还把家里的钱啊，老是给别人去用。我说他吧，他跟我哈哈一笑，还那样不改。我呢，我这个人呢，又是在外边打拼惯了，整天的东奔西跑，然后闲言碎语一大堆，不顾家，不管孩子，那我也不管这些啊，我确实管不了啊。我就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，让他们说去呗。那我听你们俩这个性格志向都不一样，那你们在一起一辈子还这么爱，哎呀，孩子啊，你要记住了，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，不是要变成一个人，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，要学会包容，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，懂吗？哎呦，这是谁的电话呀？响了一上午也不接。张小燕吧。哎呀，要想见就去见，想说什么就表白什么，别搁在心里头，憋得慌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今天你妈就住我这儿，你放心，甭管了，踏踏实实去。行，那我去去。妈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我还给你弄水果呢。我一会儿回来吃。好。妈。还是你有本事。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。哎呀，回来以后心神不定的，魂不守舍。哎，最近我这个病，还有文他爸离婚这事儿，把娜娜闹得快疯了。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，没事儿，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。今天啊，别回去了，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。好。我去做饭。行，别累着我，别抻着啊。你扶着我干什么？喝多了，你才喝多了。爸，我你喝多了，我扶着你。你走。干嘛呢？喝多了。喝多了。我女儿啊，博士，智商随我的，厉害吧？谢谢，我送她回去就行。我手机呢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我拿着呢。给女儿了。哦，走。哎，别走。哎，我闺女漂亮不？漂亮啊，非常漂亮。漂亮哈。漂亮，漂亮。走了啊！我女儿，我女儿长得随她妈，她妈以前是校花，追她的人可多了。走了，爸爸。你妈就偏偏喜欢我了，啊哈哈！你妈喜欢我。啊，对。我鞋呢？鞋？哎呦，来来来，你靠着，你靠着啊，坐这儿，我给你拿去啊。哎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啊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啊，你是？喂，妈，你来上海了？爸也来了。我现在不在学校，而且今晚也回不去，妈。我先挂了。
恶心是不是？我给你拿瓶水啊，爸。来吧，哎呀，来，先起来，别坐地上，好不好？别动我，我把衣服弄脏了。赶紧拿毛巾。啊，没关系啊，爸，弄脏了咱们去洗洗，好不好？擦擦，你把它脱了，洗一洗，走。别动我，你看看。我把衣服弄脏了，衣服脏了。